哦，他们那个园区导览快开始了，你看要不要赶快进去？哦，好好。因为十一点。下个月的哈，下个月的哈，完全了啦。用 A 五加那个。哎，大家以前的有没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走啦，走啦。因为上面这样子都这样慢慢跑上来，就是台地，这个台地是什么的？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它这边是一个那个种柑橘类的水果的地方。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以后就是当地的水果厂。走啦，火锅那边，走那边，我们去池塘那边。哦，还会动啊！一只一只的放下去，一只一只的，一只一只。
盆，两个，我们两个，然后你们这里两个，一个。来来，超市没用啊，爱玩，天天玩，这不是喝的哦。人太多了。好，这边的中间要放，这里跟中间，这里有空啊，那你们的，你们的。哎，安排到，哎，我走了，是啊，他到底要练哪？是啊，哎。